哎，那个李氏，叫小云上去。忙。对，哎呀，赶紧下来，下来开饭了，来来来。开饭喽！饭去了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哦，第一次看。来来来，我们这儿有个灯，太烦了，这个摄像头。哇。大哥。好可爱哦。哎呦。你说这是艾灸吗？那其他的熊猫也都开始吃饭了。哎呦，那牙齿真厉害，就这么掉了下来。哎呦！吃饭了，啊，这个灯箱找到了。这个在那上面看最好的。哎呦，这挑个这么粗的。看到没有？小熊猫啊，是不是大熊猫？好可爱呀！这两个活宝，怎么感觉有点像背着对吃火锅的感觉呢？哎呀，看着好好吃啊！牙口真好，蓝天六必治啊！可能那个脚还太……你近一点吧，把镜头，其他方便太多了，掉了它就不……放大一点。哦，躺在那儿吃呢。嘿嘿嘿嘿嘿。能不能抢一下呢？抢一下，抢一下，抢了，抢他！放点孜然呗。好可爱。他们开饭了。